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，游侠索罗《星球大战外传》首映红毯举行。除了欧美演员外，不少国内大牌明星也纷纷走上红毯。刘雯、奚梦瑶两位超模同场都没，王源也盛装亮相。现场刘雯身穿一袭黄色丝绒浴袍式礼服，里面搭配黑色蕾丝内衣，竟秀出超长美腿，性感优雅，衣品超赞。心情大好的她还比出剪刀手姿势，反差萌很可爱。奚梦瑶一袭淡蓝色抹胸曳地礼裙加身，头发盘起来，尽显精致动人，也美可爱。同场出席红毯的还有王源。他黑色衬衫配黑色绣花礼服，年纪虽小也是极尽绅士大方，帅气十足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蓝 TV。